非常感谢哦，今天这么多的学者专家，还有我们实务上面啊的先进，到立法院司法法制委员会来给我们针对这么重要的议题提供宝贵的意见。那有很多其实是我以前在学界的前辈，也有很多是我非常敬重的法官、跟检察官还有律师啊，今天都表达愿意花各位非常珍贵的时间啊，来给本院很多的建议。我相信对我们接下来在处理相关的问题上，不管是预算案还是法律案，都能更有非常好的帮助啊！我今天其实，在感谢所有参与的学者专家，还有实务界的先进的时候，我必须要再苦口婆心的告诉我们的司法院啊，把你该做的工作做好。我再说一次啊，司法院，请把你该做的工作做好。今天我看到司法院的报告，我不敢相信。上一次我们在这个会议室针对这个问题询答的时候，你们提那个内容简略、残破不堪的报告出来，我当场就跟你们讲了。今天工地会送一模一样的东西来，请问你们到底在做什么啊？为什么这件事情重要？我秀一个表给大家看啊。你们现在开出来的名额是5500个。我先表达我的立场。作为一个法律人，曾经教过民事诉讼，在中研院搞过法学实证研究，而且专门在研究司法制度的，我有很多同学、学长姐、朋友，甚至学生，现在都在第一线担任工作。我知道他们办案的辛苦，我知道他们办案的需要，但请司法院认清一件事啊，当立法院要扩增员额、要增加预算，我们负责任的对象是人民，我们需要知道。你在现在15000名，你要多增加这5000多名。在当代民主法治国家当中，我们必须要对人民负责，不是闭着眼睛你开口要什么就给你什么。5000多个人，你打算要怎么用？用到哪里去？不用提出负责任的人力规划报告吗？我上一次质询的时候，我很清楚的跟你们讲，员额如何分配，请你们交报告出来。我到昨天傍晚晚上三催四请，请我办公室跟司法院联络，报告在哪里？报告在哪里？说不交就不交，司法院有这么傲慢哦？在司法院里面，大官该做的事不做，做得哩哩啦啦，把最辛苦的法官推到第一线。来立法院里面要预算要员额，我们都支持啊。问题是你司法院这样的表现是能看哦。为什么这件事情重要？我今天看到我以前的，我不敢称他为老同事啊，但是算是在教授民事诉讼法学界里面，我一直很佩服的一位学长啊，江世明老师。江老师之前干过第一线的法官，所以他从法官退下来教民事诉讼法的时候，他能够直接教到问题的核心，他不是只有介绍外国的理论，跟实务上面的运作要怎么相结合，在法学院里面教得很透彻。我今天拜读了江世明老师的书面，我看了很感动。他书面上面怎么写的？在人事组织的讨论，司法院应该先盘点以下的事项：第一个，是否未善用现有的人力；借调院办事的法官是不是太多？专业法庭的人力与受理案件数是否趋于平衡？是否有懒惰的法官不办案，承办案件1年多就打算由其他的法官办理？江老师是一个温文儒雅的学者啊，他讲话、写文章其实都很有艺术，但我一看就看懂。这是我为什么跟你们要，你们人力到底怎么分配？立法院要负责任的做这件事情，我们就要告诉全民，现在实际上面的状况到底是什么？你们当初跟大家讲，跟立法院讲，说商事案件很重要，我们要设商事法庭，商事案件如何又如何？结果设了以后运作到现在，你们要排一个专案报告跟全国人民讲，你们设了商事法院，案件量多少？全部交由3个人集中审理，这是好事吗？你们司法院不是没有资源你可以花上亿的预算，上亿的预算去媒体搞各式各样的制度性行销，结果连一个像样的分析报告都做不出来。以司法院的高度，要委托学者去做人力盘查的实证研究，我负责任的讲，一点都不难啊。
因为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在台湾愿意做这个问题的学者太多了。以前我在中研院法律所的时候，我也帮司法院做过，大家都知道这个问题重要，现实上面发生的状况重要。结果你们司法院作为最高的司法机关，要求院与院之间相互尊重，一定尊重你们啊，但是拜托你们摸着你们自己的良心啊，你们今天交出来的这样子的报告有办法对纳税人交代？请你们盘点现有的人力，这么难吗？人到底是怎么用的？有深刻的反省现在的状况，现在的不足，诚实的面对问题，到立法院来合理人数上面的增加的需求。我说过要修法要调预算，我们都支持，但我们必须要了解现在的状况到底是什么，你们人力禁用的计划到底是什么，负责任的才有办法加以审查嘛。检察官办案快要被淹没，我们也提了法院组织法的修正草案，我们愿意去改附表给检察官助理法制化，这些我们都支持啊。但请记得一件事，不管是司法院还是立法院，在我国的宪政民主秩序下，我们共同要负责任的对象是台湾人民。我利用今天的公听会再次的表达，我恳求我们的司法院体恤法官最有效的方式啊，不是发新闻稿啊，要他们多休息去运动啊，把你的工作做好 ，do your job， 交这种不及格的报告。我对司法院的表现啊，非常的失望。以上。